玩过元气骑士的都知道，骑士是所有玩家获得的第一个免费角色，历时七年，经历无数版本更新，经历无数新英雄人才辈出，经历无数次技能修改。但是只要你盘点最强角色或最强技能，你就无法绕开骑士。骑士只凭一个技能就能成为一个永不淘汰的 T0 角色。看到没有，好厉害哦。骑士的Thank you.